皇太后懿旨，载沣之子溥仪入城大都为四皇帝，载沣为监国摄政王，四皇帝年岁渐长，十两银子太好了，我子嗣的天儿，爸还得给我，我就再也没见过我的天儿了。额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额娘，你撒手啊！我的娘，我再也不能给了，我爸还得给我，不能给额娘，额娘，额娘。你把孩子给我，额娘，额娘，额娘，我不能给，撒手！太傅，太傅，你忘了你阿玛临死前说的话了吗？财也大，产也大，子孙后代祸也大。若子里失若合，子孙前多胆儿也大。天下大事都不怕，不丧身家，春王不可怕。财也少，产也少，后来子孙祸也少。财富，若问子里，财富，财富，走，快走，财富，财也少。财富，那也是你的儿子啊，财娘，你说这有什么用？我的孙啊，我的孙啊！这一辈子内忧外患，总算是没把祖宗的天下毁在我手里啊。张之洞，这一条你要写在头里。臣遵旨。再一层意思，世事好。张之洞，你的意思很好，就让光绪皇上是个德字吧。这个德字，他活着的时候缺了很多，但愿他到了阴间能孝敬。这么一来，溥仪继承的就是我亲儿子穆宗的大统，也继承着德宗的大统，这样双挑着，于公于私都说得过去，你们明白吗？还有另一条，你们更要明白，本朝祖制，女人不得干预朝政。当时的情况，你们都知道，是我把这个组织给废了。可是啊，
从今往后，这条组织还要恢复起来。你们都听见了吗？当然了，太后是君。摄政王毕竟是臣，君臣的礼仪不可废。遇到重大的事情，摄政王还是要请示太后。才夺施行。德公公，奴才奉懿旨，恭迎新主子。1908年11月14日，光绪34年10月21日，光绪皇帝崩，年38岁。隔一日，慈禧太后崩，年73岁。载沣之子3岁的溥仪继位，定建元年号曰宣统，醇亲王载沣监国为摄政王。What is your name？ 孙文。How old are you? 45. Why do you want to come to America? Business. What kind of business? Finance. $500? 孙中山再次赴美筹款，被旧金山移民局扣留，居木屋17日，后由华侨保释。孙先生啊，你不必发火。是这样的，旧金山移民局接到密报，说你的护照啊是伪造的，这是陷害。哎呀，孙先生，你先住下再说嘛，着什么急呀？这么好的地方，我住不起。嗨，我已经给你付了一个星期的住宿费。一个星期的住宿费你都付了？付了，放心吧，请这边走。一个星期。哎，孙先生，孙先生。哦。Sorry， 我要退房。请问先生的姓名是？孙文。在这儿呢。在这儿，你不是要住一个星期吗？我有急事，我不住了。另外，你把我已经预付了一个星期的住房费退给我。好，不过今天的20美元是要交的。这没道理啊，我没住啊。可是您已经进入我们的房间了。我没住啊。我们宾馆的房间。我没住啊，关键是规定是只要您进入房间。你听我说，我进入了房间，但是我 What happened here？ 经理先生，我 He has been in our room. He wants his money back. 我没住进去，可他，我今天一天都没住进去。Sorry， 我进了房间，但是我坐都没坐。Okay， give the rest to him, please. Thank you。
哦，先生，就是这儿。楼上客人催着要衣服呢，你赶紧送去啊。嗯 ，David， 你查一下203。好的。你好。啊。听说你们这儿住的很便宜是吧？嗯，两小时以后再来。到底多少钱一个晚上啊？$1。得等一会儿。好，我们坐。来。为什么要等两小时以后呢？先生，这两小时以后楼上才有空房。生意还不错吧？啊，挺干净。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要住的。哎，孙大炮。哎，你就是那个让我买债券的孙大炮。哦，我认出你来了，大姐，你就是买了八张债券的大姐。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呀、啊！我买了八张债券，你说好了1:10的利息，现在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你都没还给我们，你还我$800，你还我$800。我现在没钱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的，我不管，我孙明一定把钱还。我当时说的好好的，这是我们的血汗钱呐！你还有完没完呢？什么有完没完？再这样，我们不住你的店了，大姐。你不还钱还要跑？大姐，现在我们要是有钱，还住你的店吗？抓骗子，来人！现在不是骗子不骗子的事儿。什么？叫警察！大姐，你别，先生，你快走！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呀？什么不讲道理？你这个骗子！你快走！你的衣服糊了！什么？抓骗子！抓骗子！先生，快站这儿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。喂，警察局吗？我是旧金山凯文旅店，我们这边有骗子。这个女人很厉害，她差点没把我这脸上来了个金印，差点把你充军发配了。你说我们两个被他，哎，怎么那么巧？你怎么问我？你怎么就找这么个？我哪知道啊！刚才要不是我，你完了。对。不过呢，他说的有道理。这钱呢，我一定要想办法还给他。一定还。怎么了？这是？啊！哦，今天是大年初一呀，过年了，过年了！大年初七了。哎，啊！你们家乡过年的时候，他们是怎么拜年的？啊！那个，我们广东我是知道。过年好啊！恭喜发财啊！过年好，过年好，恭喜发财，发财好！过年了。哎呀，啊！国将不国。哎，国将不国呀！相帅，您今儿个这是怎么了？卫廷啊，嗯，太后皇上尸骨未寒，咱们俩呢就被他们给架空了。你看啊，这摄政王的一个弟弟载洵，掌握着海军。另一个弟弟载涛掌握着陆军，这哥俩抓住了军政大权。肃亲王善耆掌握着民政部，一双铁掌抓着警务权。孝钦皇太后的外甥载泽拦死了财政。这镇辈子不用说了，农工商部。还是他的，那可是咱大清的经济命脉。还有伦贝子掌握着资政院，
说是预备立宪的机关，可他到今儿个还没开院。总之啊，咱大清有点实权的地方，全都姓了满喽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嘛？什么意思？这大清国就是王爷们的美餐。亲贵掌权，违背祖制，天流所及，人民涂炭呐。先生，别说的那么冠冕堂皇，恐怕轮不到人民涂炭，咱俩就先让他们给涂了炭。嗯，要是这么着，那又怎么着？主子，摄政王来了。主子，他来干什么？奴才不知道。让他进来吧。给太后请安。这可不敢当。小德子，太后，快请摄政王起来，看座。这。谢太后。摄政王，老佛爷生前说了，我这个太后是不能参与朝政的。啊，可老佛爷也说了，有重大事情要征求太后的意见。哼，真是新朝新气象，这才几天呢，能有什么事儿？臣请旨诛杀袁世凯。这倒真是大事，可他又没犯什么错，你怎么杀他呀？臣听外界传闻，德宗皇帝生前……传闻是传闻，是不是真的要看怎么说的。臣明白了。圣旨下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，特旨加封军机大臣袁世凯太子太保衔，以示优容钦此。摄政王到。臣给摄政王请安。啊，袁世凯。臣在。太子少保，皇恩浩荡啊。臣感激不尽呐。知恩就要报恩。杜支部尚书载泽情之准行，各省财政权力归中央。两位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新朝新气象，到处要用钱，可国家的银库是空的，怎么搞得好吗？啊，还望两位的南洋和北洋都带个好头啊。摄政王，地方财政自主，你可知道它的来历？哼，陈谷子烂芝麻，不说也罢。要说，咸丰年间，英法联军入侵京城，太平军起事，又占去半壁江山。当时是到处都是军事，到处要用钱粮。可中央没钱呐，各省督府自己练兵筹款，保卫大清江山，所以朝廷颁发上谕，各省督府可以财政自主，一律免办报效。这政策同光两朝俱为既定方针。哎，哎，这，袁世凯，臣在。你怎么说？啊，我嘛，也想起了点陈谷子烂芝麻的往事儿。
庚子那年，八国联军侵犯北京，皇上太后西狩，我当时在山东居中调解。那个时候，我倒是真想能有个中央财政。摄政王，当时用钱，我上哪儿去报销啊？袁世凯，你的北洋银库比朝廷的还大，难道朝廷不能过问吗？那就请摄政王宣旨，把我们这些大臣通通以贪污罪论处，宰了算了。我说袁世凯，你吃了枪药了？不敢。孝钦皇太后临终懿训，遇事要裁夺施行，还要请摄政王三思而后行呢。好吧，你们就敷衍本王吧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这一年来，我走遍了大江南北，各省要求立宪的呼声如火如荼。魏廷啊，如今老佛爷不在了，你还要等十二年吗？还不请求立即立宪？这回我带来的各省请愿书，车载斗量，各省咨议局代表马上就要到北京来，请求立即召开国会。立即立宪！立！速开国会！速开国会！重组内阁！重组内阁！速开国会！速开国会！立即立宪！立即立宪！速开国会！让开让开！你们让开！让开！你们才让开！立即立宪！王爷，速开！怎么回事啊？有人在闹事，叫警察把他们轰走。就是警察在闹事。速开国会！速开国会！禀摄政王，军机处收到了大量的请愿书。都是什么事儿？就一件事儿，请朝廷立即立宪，召开国会，重组内阁。这事儿本王自有安排，可外面的警察闹事儿，看来有人急不可待了。民心所向，请摄政王认真对待。蜗牛角上争何事，石火光中祭子身。袁世凯，你知道这是谁的事吗？今日朝会不是诗会，是白居易的诗。袁世凯，你可知此诗何意？做人做事，夫唯不争，莫能与之争。袁世凯，你明白了吧？还争什么？今日不争，何日再争？再争之日，可还有我大清。我大清？大清什么时候姓袁了？皇太后驾到。
都起来吧。摄政王，我来的可是时候？不早不晚。袁世凯，慢！张之洞，你少管闲事儿。摄政王，孝亲皇太后遗训，女人不可再干预朝政。姿势体大，太后正好管得着。那也得由军机处惩治述职，不得在朝堂上无端发难。日常朝政，本王当家。若有大事，太后也可当家。怎么，你管起当家的来了？老臣不容乱了朝纲。你大胆！老臣不敢大胆，倒是胆寒。皇上上孝，时局为鉴，一朝不慎，举国大乱呐。若是摄政王和太后做出什么超乎寻常的事情，势必动摇社稷大业，请深思熟虑。张之洞，你果然聪明。不过，别的倒也罢了，这事儿，本王绝不容情。既是如此，老臣冒死奏臣，请摄政王恩准袁世凯暂时回避。本王若是不准呢？老臣以死见之。卫廷还不谢恩？微臣叩谢天恩。快走。张之洞，本王算给足了你面子，可阎王叫他今日死，死在三更还是五更，又有什么区别？张之洞，你看清楚了，这可是德宗皇帝的朱笔谕旨。老臣已经猜着了，接谈相议之事，不料竟是真的。太后，老臣听说德宗皇帝所书“杀袁”二字还有许多。袁世凯就一条命，一道珠玉也就够了。杀别人是够了，可要杀袁世凯，哼，还差得远。张之洞，你敢亵渎先皇圣谕？之洞一辈子恃才傲物，可要亵渎圣谕，那是从来不敢。摄政王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各位王爷们知道是为什么吧？我有私心呐。这个私心就是太想当这个军机大臣。山西巡抚、两江总督、湖广总督，来来回回，我在地方上是扑腾了几十年呐。那些平辈的、晚辈的，一个个都进了朝廷中枢，这军机大臣也该轮到老臣我了。所以那些年，我上的折子很多，
啊，都是对事不对人。我不敢得罪朝廷的大臣和各位王爷们呐。摄政王刚才说，蜗牛脚上正合适。这是摄政王能背，不一定懂啊。有些个事情，你争了大半辈子，他就是争不来。可终于来了，竟发现倒数的东西，对人对己却毫无益处，毫无益处。我呀，不再为自己争了。我要帮你们争点东西，帮你们争点东西，争取让你们的，哦不，让咱们的大清能够继续下去。张之洞，别以为你是三朝元老就倚老卖老。之洞确实老朽了，也没几天可活了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献上最后肺腑之言。摄政王，新朝方立，绝不可轻露重臣，动摇社稷大业。一个袁世凯杀了就杀了，与我大清社稷何干？你掌管着民政部，抓着警务大权，现在正在外边请愿的警察可是你指使的？既然不是你指使的，你可管得了？你管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可以把警察大权牢牢地攥在手里，可我大清的警察制度是袁世凯创建的，大大小小的警务员都是袁世凯亲手提拔的。你们说，这警察他会听谁的？啊？还有你们，摄政王的亲兄弟们，一个陆军大臣，一个海军大臣，一个军资府大臣，了不起呀。可老臣听说你们的戏唱得不错，可统领军队那可不是在戏台上唱戏。老臣还知道你们的牌打得好，可是军事谋略难道是桌上的牌局吗？我张之洞自从入翰林时候起就讲求练兵，中法之战亦是亲临，后来历练新军达30余年，可对于军政岂敢言一个能字。说句老臣我从来不愿说的一句话，对于军政，就是老臣我也比那袁世凯差远了。不是我长他的志气，在我大清敢言军政者唯袁世凯一人而已。我杀了他，死人还谈什么军政？那你把北洋6镇的官兵全杀了？我为什么要杀他们？因为你只杀袁世凯，他们就会造反。张之洞，你危言耸听。北洋军是袁世凯缔造的，北洋的官兵都是袁世凯为他们的父母。哼，你要杀他们的父母？你试试。
就是不杀他，也不能留着他呀。王道坦坦，王道平平。依老臣之见，让他开去回籍就是了。那也得找个理由啊。就说他崴了脚吧。你先说，说呀。爹，赛风耳朵根子极短，这次尽管有张之洞的保全，恐怕我们还没有在安全之地。爹，一孩儿之间，上策是想办法出国，只有到了国外才是最安全的。爹，爹，您在大使馆不是有好朋友吗？你们懂什么？我是军机大臣，又不是持不同政见者，洋人不会保护我。再说说你的下策，去天津。爹，您在那里经营多年，故人很多，在万不得已之时，还可去租界周旋。京城和治安来过吗？来过，见爹不在，立刻就走了。真是人情冷暖啊！胡说！大人，大人，事情紧急，最好还是去天津避一避。你也这么考虑？嗯，那你的意思呢？去天津。嗯。快进来，快进来。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快快快快快快快来，快点，快点，这边这边。哎，干什么呢？你们俩预定房间了没有？来，先让他们先坐，这边，那边。哎，你过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把箱子都拿进来。Господин Ян Шикай, какая радость, что вы снова у нас. Вы всегда желанный гость. 过去找你妈。你们两个到这儿。Добрый вечер, проходите. 要几个清静房间？嗯哼。再要专线电话。Будет сделано.Будет сделано. Пойдемте посмотрим номер. Сэнджи-ся, Юэн Ши-кай, Че-чжи.袁世凯接旨。圣旨下。袁世凯听宣。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，军机部大臣、外务部尚书袁世凯才堪大用，正可报效国家。据料竟患足疾，步履维艰，难胜职任，着即开缺回原籍，以示体恤，钦此。我是袁大人，真的是您吗？志安，是我。大人，没事了。那要看谁说的。张总他说的。不，我是说，那些崽子辈的。就这么完了？完了！今天上午，学部研修抗书，请摄政王收回成命，但无人成立。张中堂竟亲自出面上呈，张中堂让我转告大人，那旨意不会再有更改。大人，真的没事了。嗯，志安，转告相帅，就说是我袁世凯说的，大恩不言谢。爹，这么说，咱们就逃过这一劫了。爹，那咱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回老家了？以后这香帅的日子就更难过了。